多处民房被掀翻屋顶，看真的是狼狈不堪。乐清出现狂风暴雨，引发内涝严重，很多小车都已经泡在水里动弹不得。洪涝引发道观市场仍然坚持正常营业。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经历台风袭击，连人都站不稳了，可见这位小哥真的是太难了。当地救援人员迅速出动，以确保交通安全。车主来不及撤离，小车已经泡在水里。黑格比台风带来是浙江的灾难性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类总是显得那么渺小，生命如蝼蚁。墙倒砸车场面到处破烂不堪，大雨到来，小汽车开启了漂流的生活。狂风到来之际，犹如末日，场面吓人。行驶中的汽车突发被台风吹倒，砸烂太多车了，傻眼的，全部砸到西坡来。星期过这里的，你看那个车都憋在这里，你看快点
道，凡事不要慌，先拍个照再说。看看吧，这就是所谓的台风造成的严重后果。这辆车惨了，直接砸到了。这棵树已经都被连根拔起了，已经倒了。这棵树直接就倒了，这么大一坨，前面还有。看一下这个南塘啊，这个水啊整个都已经快没到岸里面了。绿城的墙体广告牌直接倒了，柳树整个都倒了，这得多辛苦环卫工人啊，打扫一天得打扫完。这个已经被洗了一个澡。